印尼駐港大使咧用不同文化差異啦、唔小心啦，甚至認為展示兒童裸照同影片並非大問題咧，我哋係唔能夠接受嘅。亦都有好多僱主今日同我表示好憂慮同埋好擔心，驚唔係單一嘅事件，驚大使咁樣講完之後咧，會令到其他嘅外佣咧都覺得唔係一個大問題。咁就我喺度咧，希望咧可以呼籲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香港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外佣啦，而印佣咧其實佔一半嘅。咁我希望咧，即係印尼駐港大使咧可以作出進一步嘅澄清。